这么多吧，兄弟。太震撼了。我是饭桶，我喜欢吃饭。我们准备烧烧这些蛋炒饭，准备拿到路上去吃。我刚打了12个鸡蛋。对，像大厨嘛，还可以吧。可以啊。那个饭还多少？我还这么多饭。嗯。从来没烧过这么多饭。要烧一个星期的饭太恐怖了。是啊，你说疫情期间就不要去外面吃，反正外面也没什么好吃的，是不是？然后本来就除了披萨还有什么东西啊，还有 pasta 汉堡，我都不怎么喜欢吃。反正正好天比较冷，然后就是一个自然的冰箱，都可以把它放在烤库嘛，后面那个斗里面。放在那个冰盒里面，对，就等于是吃冰箱了。应该放一点，应该不会坏的。不会的。对，你饭是不是少了？还是再放点饭？没有，我还要再放呢。我先放蛋。我们是轮班烧，我烧一次，艾玛烧一次，这样可以。不然手太酸了。对呀、啊。烤一锅手酸的要命。然后可以顺便可以休息一会儿，还可以拍点视频让大家看看。我感觉估计没人这样干，烧一个星期的饭，然后带在路上这样子吃，估计没人这么干。是啊。兄弟，旁边都是饭，都带热，都感觉像大厨了。大厨吗？是夜排档吗？大排档。等一下，夜排档吗？有的，有夜排档的感觉。我来尝尝艾玛烧的怎么样？哎，我这是第几锅？一二三，第四。我这是第几锅啊？你这个是第一二三第四锅，这是第四锅炒饭。嗯。尝尝怎么样？每次炒会有不同的味道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每次加的料前后不一样，多少不一样，顺序不一样。是吗？嗯，好吃，真好吃，太好吃了，比那个 Uncle Roger 烧炒饭还要好吃。真的？你吃过他的？对，我要艾特他，跟他说我炒的饭比你好吃。嗯嗯，可以啊。嗯，可以。好。我烧了，轮到你烧了，轮到我收拾，手腕好酸啊！先休息吧。太酸，酸死了炒饭。我这手炒不过来。太酸了，去好了，我这要烧面了啊！妹妹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把饭装进去啊，一个这个一大碗的话，就是我们两个人在车上面吃的量。然后它已经冷了嘛，为什么把它摊开来呢？这样的话它会冷却的快一点。然后这个我已经装好了，是刚才前面的一碗。然后把这个一碗我再把它放进去，这个已经冷却了。这一袋就是我们差不多两个人一天的量，就是我们一袋是两个人一天的饭量。对，就说喜欢吃饭，就是饭桶。我是饭桶，我喜欢吃饭。这么多兄弟啊，怎么也好恐怖，太震撼了，跟你说没有人这样子搞错。然后这里还有一碗呢、啊、这是第一碗第一锅烧的。
装吧。嗯，好。然后我再烧个乌冬面。饭终于烧完了，烧起来。对，还有个乌冬要烧。五锅吧，可能好像烧了五锅啦。嗯，那就是再烧两锅乌冬就可以了。嗯，好，我来烧了。烧吧，烧吧。好，那我烧的乌冬面应该还可以吧？嗯。嗯，准备把这些饭都打包了。这个饭像山一样，嗯、从来没见过这个饭像山一样，太恐怖了。嗯。这是一个礼拜的，就比较多一点，差不多好了。然后还有水煮西兰花，一个礼拜蔬菜，嗯，差不多了。接下来就是打扫散场，哦，好多东西要弄，慢慢弄吧。